大家好，我是九龙弟子班的学员，我叫王亮。下面呢，由我为大家来介绍一个八字的案例。姓名这里由于是属于命主隐私的部分，所以就做了屏蔽的处理。性别男，阳历生日1995年8月15日，年龄呢26岁，属相是属猪的。阴历生日1995年7月20日，年命纳音山头火。下面呢是他的这个八字：乙亥、甲申、戊寅、己未。首先我们先进行一下能量分析。戊土生于申月，不得令，天干呢得势，地支呢通强根，他的本命局呢是属于一个均衡的。然后看一下他的这个名字的分析，是火、火和金。八字本命局属于均衡的，喜用神呢会随着大运的流年而不断变化。八字呢五行是缺火，火是肯定要补的。由于后面的这个几部大运呢，这是他的后边的几部大运，由于后边几部大运呢都有土来相助，所以呢是属于这个偏强的，补金和水的能量。建议这部大运呢多起带金水能量的异名，以调整运势。下面是他的这个称骨算命：不需劳碌过平生，独自成家福不轻，早年福星常照命，任君行去百般成。接下来分析一下他的这个性格。为人比较忠厚，不太擅长于表达，交际能力呢很强，对自己严格要求，执行力呢相当强，敢想敢做，爱憎分明，懂得感恩，讲信用，做人呢有原则，心地善良，宽容大度，为人呢豪爽大方，心里想成就一番事业，比较擅长呢管理。这是怎么看的呢？因为呢戊土日元一般情况下都是不太擅长于表达，但是呢土也主信，然后戊土日元呢都是比较忠厚的，交际能力很强呢，是因为他这个劫财呢上下通根，所以说他交际能力是很强的。对自己呢严格要求，是因为他的这个官杀能量呢也是相当强的。执行力相当强，是因为七杀呢上下通根，所以说七杀也代表执行力嘛，所以说他的执行力也是相当强的。敢想敢做，是因为他这个食神做月令，虽然是空亡了，但是毕竟是月令，所以说他这个想法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再加上这个七杀，既有想法，然后呢又有执行力，爱憎分明，比较懂得感恩，这也是七杀人的一个这个特点，就是如果他要是感觉你对他好，他会掏心掏肺的然后回报你，但是如果他感觉你这个人不行，或者是这个品德道德上有问题，他这个也是属于这个嫉恶如仇那一类的。讲信用，做人呢有原则，这是因为土比较多，土呢在这个五行里边是主这个信的，所以说这个人是比较讲信用，而且做人是有原则的。心地善良，宽容大度，是因为他这个有正印，而且呢月令呢是做食神，所以说呢为人还是比较大度的。为人豪爽大方，心里想成就一番事业，这是因为他这个偏财的能量也是很强的，所以说呢他从心里就想成就一番事业，并擅长管理，这是因为他这个是属于食神制杀格，身强食神制杀，但是呢他这个是属于官杀混杂，所以呢这个贵气呢就稍微有一些这个受影响。下面呢看一下命主的家庭情况。父辈呢或者父辈家族有掌权之人，母亲呢是做生意的人，家里条件呢还不错，夫妻感情呢也不错，能得到太太和配偶家族的帮助，婆媳关系呢一般。这是怎么看的呢？是因为他这个命主里边他的这个父亲的宫位啊是七杀和正官，当初我当跟那个命主也是反复核实，命主说家里没有掌权的呀，父亲也不是掌权的呀，而且也不是这个当兵的呀，
后来反复核实才知道，他不是管人的，他是管粮食的。在他们当地，这是负责收粮食的，而母亲呢是做生意的。这里也比较搞笑的就是，他这个姥爷以前就是这个做这个屠宰生意，就是专门卖猪肉的。这里边也这个亥水也有体现。然后家里条件呢还不错，是因为这个偏财呢升正官，所以说家里条件还是可以的。夫妻感情不错，是因为命主呢现在是属于身强，身强呢财星为喜用，所以说夫妻感情呢还是比较不错的，能得到太太和这个配偶家族的帮助，因为这个他的配偶星是七杀，七杀也为命主的喜用，所以说呢可以得到这个太太和太太家族的帮助。婆媳关系一般，是因为这里边这个寅申冲，冲他的夫妻宫。然后呢我也是跟命主说这个事，命主说这个婆媳关系还算可以吧，不是特别的这个搞得特别僵，是不是因为这个寅亥相合，所以说这个也不去这个冲身了，可能也是有一定关系。下面是命主的这个财运。由于后几步大运呢一直是由土来相助的，所以说呢命主一直就属于偏强的状态，这是他后边这几个大运。命主一直得到七十多岁啊，七十多岁，然后啊还有一个，所以说命主一直就是处于身强的状态啊，所以说呢啊他一直属于偏强的。就是财运逢金水的流年，财运呢会比较好一些。下面看一下这个命主身体的情况。颈椎不太好，肝部呢有病，心脏血液呢需要多注意，脾胃不和容易失眠。这是怎么看的？因为他的这个就在脖子这块，也就是这个年支在脖子这块呢落了一个七杀，所以说呢他这个颈椎不太好。他也是长期从事这个电脑，应该在这个办公室工作，所以说经常也要盯着屏幕，所以说他这个颈椎呢是不是特别好。但是命主呢现在还是比较年轻，所以说这个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肝部有疾病，命主反馈他有这个脂肪肝。心脏血液需要多注意，因为八字呢没有火，火的能量比较弱，这里边只有这个十支的中气有一个这个丁火，然后这个还有日支的中气有一个丙火，火的能量还是比较弱的，所以说呢需要这个心脏血液这方面呢多注意。脾胃不和容易失眠，是因为他这个八字里头土比较多，所以说呢他想的也比较多，然后呢经常这个睡不好觉，所以说失眠。下面是命主的子女情况。交际能力很强，心地善良，对自己呢严格要求，对于宗教玄学医学相当的感兴趣，韧劲儿很强，有贵人相助。这是怎么看的呢？因为他这个石柱啊，这个劫财能量是相当强的，劫财呢也代表这个交际能力嘛，而且这个情商也很高。心地善良，是因为他这里边有正印，对自己严格要求呢，因为这里边有正官。对于宗教玄学医学相当感兴趣，这因为他这个神煞里边呢自带了这个华盖星、天一星和太极贵人。这些星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对宗教玄学这方面感兴趣，而且天一呢也是对医学也相当这个擅长的。韧劲儿很强，有贵人相助，是因为他这里边有一个这个天乙贵人。劫财很旺的人韧劲也很强。下面是他的这个行业的喜用，喜金水相关的行业，如医疗、珠宝、运输、冷冻、渔业、销售、汽车、大型金属器材等。这也是这个命主现在是比较喜用这个金水行业的。现在命主呢是从事一个就是采购的一个工作，也是跟这个就是金属这方面也是相关的。贵人是属鼠的，多和五行金水比较旺的人在一起呢，
合作交友是对命主比较好的。因为甲戊兼牛羊，牛呢，直接是丑未冲，而且激出来的是劫财，不是命主的喜用。而羊呢，也是命主的劫财，所以也不是命主的喜用。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乙己属猴相，属这个猴的呢，猴也是冲他的这个夫妻宫，所以说呢，也不太建议跟这个属猴子的人这个多打交道。然后就剩下这个鼠了。这个虽然有一个这个子未亥，但是呢这里边有这个申子合，所以说呢也能减轻这个子未亥。而且这个合出来的也是财，所以说的命主还是比较喜欢和属鼠的还有五行金水比较旺的人在一起还是比较好的。命主也反馈他有两个比较不错的朋友，都是属鼠的。喜忌方面，喜金色、白色、蓝色、黑色的衣物和饰品，忌土黄色、咖啡色的衣物和饰品。建议想要创业需要多了解了解，思虑周全了，多听听家人的意见和建议，不要自己盲目的就去创业，要谋定而后动，认准的事情呢就要坚持的做下去，做啥事呢都要脚踏实地，不要呢急于求成。这里边是怎么看呢？是因为他八字里头这个目前为止是属于身强，如果一个人身强的时候，他属于盲目的自信，而且劫财这个能量也是很强的，劫财的人这个比较冲动，所以说呢他想创业，而且这个食神也代表他这个想法比较多。我建议他呢思虑周全了，多考察考察市场，多听一听这个家人的这个意见和建议，不要自己呢盲目就去创业，要谋定而后动。然后认准的事情呢就要坚持做下去，要脚踏实地，不要急于求成。是因为命主八字里边啊没有正财，没有正财的人就想这个偏财很旺的人就想直接就是干大的啊，不太爱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这个去做。但是凡事都是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去做，从小到大的做啊，不要急于的求成。下面呢就是命主的这个2021年的这个运程分析。我们呢首先先来看一月份，庚寅月，此月呢吃喝应酬之事不少，很可能呢出远门，注意交通安全。这个呢是因为他上面做了一个食神，因为命主现在呢他是从事这个采购工作，每天的这个吃喝应酬还有这个到处出差，这是肯定少不了的。而且呢也和命主来这个核实，他这个月确实也是这个月出差了啊。然后呢这个月怎么样注意这个要注意交通安全呢？是因为这个月有寅巳申，凑成了寅巳申三行，所以说呢也是这个提醒命主这个月要注意交通安全。二月份呢此月呢容易心神不宁，注意头部的健康，不要与人发生口角纷争之事。这是因为这个月的这个伤官能量是太强了啊，然后伤官呢也是见官的，所以说呢这个月一定要控制自己的这个情绪，不要与人呢发生口角之事。伤官然后客官呢也是在他的这个头部，乙木呢也主神经，所以说他这个月呢容易心神不宁啊，然后这个注意头部健康之事。三月份这个月呢有外财进账，吃喝应酬之事呢容易失眠。因为命主这个辛丑年，丑对于命主来讲呢是属于他的这个食伤库，所以说今年呢他这个吃喝应酬之事还是相当多的。而且呢这个月是辰丑相破，也是打开了命主的这个财库跟食伤库，这个月呢会有这个外财进账，吃喝应酬之事，这方面都有。据命主反馈呢是之前呢就是他做生意啊有别人找他借过钱，然后这个月呢还了他一部分，所以说呢这个月也有外财进账。四月份会因为工作之事而不开心，而且呢会出趟远门，比较忙碌。
这个月呢，四也是命主的这个驿马，所以说呢，他会出远门，而且这个月呢，也是这个枭神的能量，枭神能量呢也比较强，而且这个月也形成了寅巳申，所以说呢，这个月他会因为工作方面的事情呢，这个不太开心，因为上面透的是财嘛，男人的财也是为男人的这个工作跟收入嘛，所以说他这个月呢，会因为这些事而不开心。下面看到他的是五月份，五月份吃喝应酬之事呢，不少，有长辈呢相助，注意身体健康。这个月呢是因为这个杀来生印，所以说这个月呢也有这个公司的领导还有长辈呢的提携帮助。所以说呢，这个命主也是今年新换的工作，这个月也得到了这个领导的赏识，然后领导也这个请他们这个几个人这个吃喝，就是请他们吃饭，所以说这个月他吃喝应酬之事也不少，但是需要注意身体健康呢，是因为这个七杀这个月能量也是比较强的啊，然后所以说呢提醒他这个身体健康这方面。六月份此月呢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与领导呢发生冲突，有辞职的念头。这个月呢是因为这个官的能量来了，而且呢官的能量跟这个流年的伤官能量都很强，所以说呢，而且这个月伤官见官，下面呢是丑未冲，所以说呢这个月我问命主是什么情况了，他说呢他现在这份工作呢是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呢也比较稳定，但是命主呢还是想投资自己做点什么，他这个月想的挺多，突然有辞职的念头，想自己创业，但是呢经过家人的这个劝阻，最后呢这个还是放弃了辞职的念头，你可以这个一边工作然后一边创业嘛。下个月是七月份，此月呢会出远门，比较忙碌，福气被抢，注意婆媳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月呢也是枭神夺食，而且呢这个身也是命主的驿马，驿马逢冲，所以说这个月呢也这个会出远门，福气被抢呢也是应了枭神之夺神枭神夺食这个事情，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月有人来这个跟命主来竞争，本来属于命主的这个福气呢也被抢走，注意婆媳之间的关系，是因为这个寅申冲，而且呢这个月也又形成了寅巳申三星。下个月是八月份，此月呢工作会非常努力，有上进心，需要注意父亲和女儿的健康情况，因为这个月呢是伤官配印，所以说他这个工作这上面还是比较这个努力，而且非常有上进心的。这个月呢是四酉丑三合金局，金局就加强了伤官的能量，伤官呢客观第一，他的这个父亲宫位是在这个官，然后呢命主也是有一个女儿然后呢男人的正官呢也为女儿，所以说呢这个月一定也要注意这个父亲和自己女儿的这个健康情况。命主反馈就是这个月女儿就是磕到头了，所以说这个月就是有这些意外之事，别的还都可以。然后九月份此月注意破财之事，花费比较大，并注意孩子的脾胃健康。这个月因为他是身强，这个月比劫的能量是相当强的，而且这个月形成了丑未戌，命主反馈呢就是孩子这个因为这个闹肚子，然后这个去医院，然后也住了两天院，所以说呢也应了这个丑未戌三刑这个事情。下个月是十月份，此月呢依然需要注意破财之事，不要借给朋友钱，谨防被骗钱财，这个月也是这个劫财能量比较强，而且害自行，财的能量也相当强，据命主反馈呢就是本来就是答应还他钱的那个
朋友因为家里出了一些事情，所以说这个月还不了他钱了。而且这个月命主还这个，买了一辆车，是在上个月买的车，这个月开始这个需要还钱，所以说压力也是比较大。然后十一月份，此月的财运不错，有贵人相助，益生缘呢非常好。这个月呢也是食神来生财，而且食神合官，所以说呢他这个月这个财星的能量也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这个月呢流月里边有天乙贵人，有这个桃花星，天乙贵人也代表命主的这个贵人嘛，然后桃花星也是没命主这个喜用，但是呢一定也要这个注意这个外遇啊桃花之事的发生。此月十二月也就是最后一个月，此月一定要控制自己的脾气，不要与上司发生冲突而丢到现有的工作。这个月呢也是伤官之星突然加强，我也反复这个劝告命主，不要因为自己想要去投资这个创业而丢到现在的这个工作，因为命主现在的工作还是比较清闲，而且这个也是比较稳定也比较不错的，现在整体大环境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一定要这个控制自己的情绪啊，控制自己的脾气啊，不要与上司发生冲突而丢掉这个现在这个有的这份工作。这就是命主这个全年的这个情况。以上呢就是我对这个命主的这个八字进行了一个这个总体的分析，哪里有说的不对的地方，也请这个各位的这个师兄啊批评与指正。谢谢大家。